现场，办公室的现场，请各位粉丝们打开 FB 看现场直播。有人看到吗？欣赏一下可爱的大字图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请给我个爱心，多一个赞，拜托。有人在看吗？等一下大家会抽到的奖品是什么呢？奖品，奖品哦，奖品哦，是不是奖品太好你把它按扛起来了？奖品呢是你，是不是你拿走了？不是你，奇怪了勒，道具组都在干什么？我们的奖品勒，没关系，幸好我有 GoGoBan， 是不是？你看，立马叫 GoGoBan 把奖品送来这里。好，开始按开，来到我们的画面，这边都有我的订单可以记录，说要送到哪里，就是马上送到我们的台北市松江区，中山区松江路九号二楼，要背地址很累。然后好，送到沙发区，然后接着确认下单 ，OK 的 OK 的，然后精美礼品是吧 ？OK， 找司机喽，嘿，找到司机嘞，你看勾勾妹就是这么快。那接着呢，我就等司机打电话给我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确认地址。哦，嘿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公司司机，我要送礼物过去，跟您确定一下地址。哦，地址的话是在台北市中山路松江区九号二楼这样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，哦，好快哦，马上就送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再教你怎么下单这样子。你不会下单对不对？不会，那你是，你该不会是想要送这种东西吧？我们工作班是合法经营的哦，所以不送任何有关就是危险物品，这是不 OK 的哦，不 OK 的哦。什么鬼？立马生气。签收单来了，你看每一个都有写详细，请杀人魔签收。I want to play again.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. 好，要选选哪一个啊？你要选哪一个？看看你，你觉得是哪一个？哪一个才有礼物？那就这个喽。OK， 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哎，礼物呢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礼物呢？万哦，我也可以一起参加吗？好，就是原谅你，我知道你很想要礼物。
噔噔，欢迎参加。那其中一项呢，除了我们的糖果之外，还有我们的勾勾跟新的货车，这边有看到吗？动作有点快 ，repeat 一下。这边是新的货车，给你360度看一下，多精致啊！大家想要吗？那最重要的是呢，就是头奖的话还有 GoGoFan 的优惠券175元哦，只有两名，只有两名，没关系，其他人还有其他优惠这样子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请杀人魔这边来公开我们抽奖咯，说不定下一次就会是你帮忙抽奖。那这边请他来开奖咯，滑滑到这里，滑到这里，开奖。那这边等一下，等他跑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正确的抽奖的幸运者名单，我们公布在 FB 的粉丝团这样子，请大家要注意看我们的讯息哦。请等电脑开一下，有点久。OK， 然后得奖名单出来咯，头奖的话，第一个是英文名字不会念，请原谅我小编英文真的不太好，所以请看 FB 公布好了。怎么大家都用英文名字呢？真的有点难倒我了。那总而言之，谢谢大家看今天的直播，我们感谢杀人魔来帮我们抽奖，还有辛苦演出的司机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